下干嘛要抱呢？抱那边，那边呢？前面呢？有两只。嗯，底下往底下看，哎，对，不用抱抱。两只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不一样，这个两只。哦，它是大的，还是小的？它的小孩。对，他妈妈就是刚刚在那边的孩，妈妈跟小朋友。啊，妈妈跟小朋友哎，他们来给你。